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大家好，一塌糊涂。最近我哋高收视啊，哎呀，开心啊！阿 Jenny 成日问，哎呀，我哋其实都好多人听噶，系咯，原来都几多人听噶。梗系啦，我哋有巴打台嘅台柱啊 ，Jenny Slow。唔系啩？唔关我事咯。系咪？其实都系标题党啫。冇错，冇错。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正式做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嚟嘅。但系我哋都会办直播嘅，因为咧我阿 Janus 其实好难嘅，因为佢听日要翻工。我睇翻半日，不过真系好病啊！呢排系佢一病咗成两个礼拜噶啦。第二咧就我咧就病完啦，但系咧因为咧就深圳有个展览搞，变咗咧就佢未病完啊！佢每日都病嘅，其实大家知唔知道？所以咧近期我哋嘅 view 大增啦，嗯啊 Facebook 又大增啦，咁我希望咧。保持住，所以我最近好勤力，真系辛苦晒你啦。咁系啦，但系陆续啦，有好多譬如神秘学啊、外星人嗰啲开始做啦。咁亦都有个历史节目嘅。嗯。咁啊，我客串五集，咁啊做啦，叫少少台。哎，又客串啊？咪日日都听到你把声。系而家基本上都日听到把声。其实我都好厌，但系咧，我想大家咧帮下我手啦。我做咗呢、這个。网台咁耐咧，我真系未试过200 view 啊！我嗰个高人和嗰个好听嘅，其实大家听下真系好听。事件簿，嗯，你真嚟听下，真系好听嘅，大家系啊！真系我觉得我讲到真系，真系七情上面，真系好听。虽然见唔到佢个样，其实见唔到个样，反而佢讲得会仲更加精彩咯，应该咁讲。诶，多谢 Janus 啦，系啦。咁啊，讲一讲啦，我哋循例啊，讲咗两分钟废话，记得。按个钟仔 ，like 同 share，留言俾我哋，我哋尽量都复嘅，尽量复啦咁诶，希望大家都系支持下啦。咁我哋咧就开始讲啦，讲城中热话。哇！依、這个系每一个女人都会有，一人有一个梦想，系啦，嫁个有钱人，冇错啦。啊，因为而家大陆都兴啊。今日我同做我哋嗰、那个展览，嗰两个大陆姐姐。一个湖南的一个呢就茂名的。嗯。啊咁佢哋我问过佢哋都系嗰句说话有冇楼啊有冇有冇车啊有房啊有冇房啦、啊、要、啊、即系有冇楼啊有冇车啊啊有冇存款啊存款有冇100万啊。咁啊嫁个有钱人。但系呢我哋今日推算咗有两个人呢真系名成利就都系26岁咁巧两个女人。是喎、啊，同年、啊，同年喎、啊，仲有喎、啊，两个都系香港小姐贵军喎、啊，系啦。你话原来贵军，喂，即系我谂一谂起贵军，我就谂起蔡少芬，蔡少芬系贵军系咪啊？应该好似系，但系系啊，但系佢都嫁，我唔记得边个。佢冇嫁个有钱人，但系佢真系识到个有钱人、啊。佢曾经恋上有钱人，都够噶啦，其实。其实唔系恋上嘅，我唔知有冇恋啊，系嘛？咁我就成啦，咁我哋第一个讲何艳娟。其实大家网友知唔知边个何艳娟啊？北京出世，香港读书，去咗美国后屘。唔系喺香港读书嘅，不嬲都系啦。跟住咧就参加
都有啲學歷嘅，學歷咩？佢讀法律嘅，其實。哇！犀利。但係咧，佢係三級榮譽生畢業。因為佢其實志不在此。啊、最緊要咧有個大學畢業咧牌度咧，咁佢嘅一人有一個夢想就係、是、嫁個有錢人，所以咧好快脆參加呢個香港小姐，得到季軍係靚嘅。咁我亦都發覺原來你覺得佢靚啊？咁我係女人都覺得靚嘅。系咪应该尊重啦，大佬？各花入各入各眼，点能够话人哋唔靓啫？嗯，其实靓都重要嘅，不过我觉得可能内涵重要，再更加重要咯。系啊，如果冇靓嘅，我都成日都讲啦。嗱，我咁话俾你听啦，我内涵咁犀利，我出去沟女啊，落 disco 啊，起码耍咗苦学双形变魔术。喂，你个样唔得啊嘛，咁我就要表演呢啲先吸引到人，讲笑话栋笃笑，几辛苦。难夹啊！如果我有样嘅一行出嚟。嚟啦，搞乜啫？系咪先？嗯，系嘛？我妈又唔识改名，又唔识改我名叫英俊，郑英俊咪搞掂咯，系嘛？又唔识改名个韩星，而家话出咗事嗰、那个，系嘛？真系冇得搞。卓姐拍到个好码头，拍过几套二打六嘅二打六啦，即系我哋叫啦 KTV 或者临时演员入。唔知嘅，咁诶三四线啦、啊。其实我都唔系呢件事得咁出名。系啊，唔记得佢个名字，我记得喺上年佢结婚嗰阵时有啲轰动嘅，就系、是、因为我因为个老婆，系因为咁样，系啊，因为系个老公啫，但系佢事实系啦，就是、有啲轰动嘅，十六岁系啦，咁咧就系澳博嘅澳博，唔系啊，十姑娘个契仔啊，澳博主席嚟噶，好似澳博董事，董事，咁咧就卒之咧就。同韩新两个唔啱啊，十姑娘啊，咁十姑娘一定输啦，老奸佢唔系律师信吓，咁诶卒之咧即刻住马房啊，欺暗透明啊，有伯乐亦都有千里马，大家都拍一拍即刻过档韩新，咁啊喺四太都欣赏，四姨太都欣赏佢嘅，咁咧就。相传啦，又识投资，又古董啦，又五个豪宅啦，咁咧佢身家有30亿嘅，咁少，系真系唔得30亿，但系呢个何艳娟好叻嘅，好快脆咧就嫁咗佢啦，短短8个月离婚收场。但系佢拍咗拖3年嘅，原来咧，我发觉咧佢即系佢唔系闪婚嘅，佢拍咗拖三年，梗系要拍拖3年啦，系咯，嗱，即系我咁讲啦。我又想被人遺棄嗰個男人叫咩名字？吳志成。吳志成先生，嗱，好簡單啦，你喺澳門咩靚女冇啊？大把，真係咧，晚晚唔同都得。見女唔係晚晚，分分鐘見嘅都唔同啊！係冇錯。你根本上你行內冇話馬圈啊，你甚至落賭場啊，經過啊，好多擺啊，咩血統啊，咩國籍嘅。你要身材嘅，你要样貌嘅，你要边一类型嘅都有。但最大问题，点解呢啲咁嘅男人都搞到咁咧？唔好话上当啊，唔系我惊真系出律师信。咁又唔系，咁可能喂，其实佢系佢结咗婚噶嘛，佢太太离开，即系过身20年啊。其实喺20年入边咧，即系佢冇再娶啊。就是因为咁咯，系啦，一再娶就娶咗阿，因为就系娟娟翻嚟啦。因为点解咧？你见女人都多到咁样啦，系咪啊？喂，真系坐喺度，唔好话飞来猛啦，飞来牛都有啊，啊冚到你死晒，你都见到咁，反而一个正经嘅。即系表面上啦，唔知实际啦吓，咁咧一个正经嘅读完书啊，出嚟个样奇奇理理啊，咁又大学毕业啊，你识到佢啊，咁啊你都知啦，你有钱啊嘛，啊潘奴邓少行沟女啊，我哋中国传统，又嚟啦又嚟啦，你有潘先啦，其他唔知啦，系咪先吓？咁唔系。你应该系潘奴邓少行邓先啦、啊，系冇潘啊依、這个、啊，其实个样子都几好嘅，唔系啩？咁、啊、你啲眼光有啲问题，一块艳眼啦、啊，啊呢个邓通嘅钱，那个女仔本身就希望过一啲佢自己讲啊，唔系我讲啊，过一啲自己想要嘅生活，一拍即合，咁当然啦、啊，我个想要呢啲生活啦，嗰、那个女人。就系谂你嘅啫嘛，你边个佢谂啫？你唔够佢谂嘅，因为你千百样嘢前身，而呢个女人只要稍为有啲嗱，当然啦，我估计啫，
稍微有啲千依百顺，你就输噶啦。嗯，系咪啊？你真系输噶，你因为你唔系用钱买佢嘛。嗯，我哋翻大陆沟女啊，啲人啊，我哋即系包括你啊，都有嘅，都有嘅。嗯，咁我唔否认嘅。其实你翻大陆沟女，同你俾钱去买系两件事。你沟女嘛，你要个过程啊嘛。嗯，而我哋好多所谓中港车司机都明噶啦，系咪啊？越年纪大越死噶，越沉噶，嗯，系咪啊？如果有个五六十岁嘅，即系好似我呢年纪或者我啲年纪以上啦，翻大陆突然间一有个女仔话中意你，你个人会沉晒落去屋，唔好话老豆姓乜啦，老婆姓乜，仔女都冇啊，好多人输就输呢啲，嗯，最得人惊其实就系呢一啲啊男人啊。而家呢个人我都怀疑佢系咁，系咪啊？再加上嗰个女人呢三年就系为陪你啫嘛。系啊，陪到咧，系咪啊？佢就系为陪你嘅啫。佢嘅中心点，即系我哋都明嘅，即系一样。你翻大陆沟女，嗰个女人冇嘢做，都系你啊！你供给佢嘅生活，供给佢嘅需要。佢啊，见你唔到嘅时候，佢打麻雀又好，行街又好，走去 set 头又扮到靓一靓，就系、是、无非就系等你呢个麻甩佬过关嚟睇我。哎呀，你好靓啊，系啊，你好攰啊，不如今晚我同你揼下骨啦。嗯，中啦，死啦，咁啊就知啦，30亿，30亿咁点啫？冇分俾佢啊？唔多唔少都有啲嘅，离翻赡养费都要俾嘅。唔使啦，三年。同佢拍拖三年都俾，应该佢都已经好多。咁如果够嘅，咁就唔会咩啦，话冇仔生，大家唔同意生啫，多余啦。结婚嘅时候知噶啦，唔会犯。但系咧，呢个男人咧都相当有风度嘅。点解觉得佢相当咧？喺赌场话得事嘅，咩人冇啊？今时今日可以同你和平分手，证明呢个系谦谦君子添啦。唔系佢个样都系似系一啲斯文人嚟嘅，虽然唔好话成日靠，唔好睇外表啦，但佢都应该系一个斯文人嚟嘅。真系谦谦君子噶啦！如果你话你撞到嗰、那个，即系唔好话得罪讲句啦，赌场咩势力冇啊？嗯，咩人冇啊？可以和平分手，仲要喺离婚宣布离婚之前一日揽住第二个更有钱嘅，系揽住个100亿嘅，100亿嘅，系啦，系嘛？陈树佢，我以前啊，成日咧，即系嗰间学校咧，其实喺大埔道啫嘛，嗯，我哋成日打交噶。我僆仔嘅时候咧，就成日我间学校同佢学生打交。咁后屘我大个之后咧，陈树佢隔篱咧就警察宿舍，就有两条保龄球嘅拎嘅，嗯，咁我成日打保龄嘅。嗯，系啊，咁样，关陈树佢咩事咧？不过咁样讲啦，识到个更有钱嘅，啊，去瑞艺会，即系中环啦，话咧行入去都啊，嘴咗三下。你锡下我啊，我啊锡下你咁样咯。其实温馨嘅，其实呢啲人都系咯，你唔好以为一啲有钱嘅高班嘅，或者佢知识好高嘅，其实呢啲人咧仲个谂嘢仲单向，反而我哋呢啲咧，是不是单纯啊？头先你的意思单向是不是？即是比较想简单啲咯，简单啲，冇即系咯，冇咁复杂，中意就中意咁咯。系啦，咁你有个咁嘅人，喂，你又肯定离婚跟我，咁啊再加上呢个女人本身已经有钱啊嘛，佢起码佢唔会话你送啲咩俾我，送啲咩俾我啦，系咪啊？咁更加令到个男人觉得，嗯，我唔觉得佢搵个100亿唔系想要更多嘅钱，要更加多，但系佢唔会问你攞嘛，因为佢本身已经有个底喺度啦嘛。咁你先钓到，唔系我对唔住，我幻想嘅啫呢啲啊，你先钓到佢。你知唔知呢个男仔啊，陈树佢个大仔啊，本身都系沟女王嚟嘅，钻石王老五。咁啊点啊？喂，你嗰、那个暗，即系我意思系何小姐会唔会咁容易可以令到佢就范先？我都话啦，同你咪三两个月就冇所谓啦。我唔信啊！我唔信。唔信咩啊？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个女人要一心箍个男人，而有多少手段嘅话，佢真系可以绑死你一世嘅，系个心机。因为你自己做男人，你话你沟女王多，你每一日你面对好多形形色色嘅女人，即系我头先所讲，之前嗰位都好啦。嗯，你澳门话俾你听啦，由朝到晚冚到埋死啦，但系遇到佢，你都会输。嗯，啊，都系，因为行出嚟我有啲学历。第一、第二，
当然啦，有啲学历啦。第二就系我扮我咩都唔识咯。你做一个年纪大嘅人，你教佢，其实最即系年纪大嘅人咧，嗰个即系已经系开始咧走下坡嘅时候咧，佢需要有个女人去崇拜佢嘅。咁咧，佢就对呢啲靓妹咧特别有，所以咧有句说话讲，任何年纪嘅人都系中意啲十八岁。冇错，系咪啊？因为咧，佢好叻都好啦，点样人人开眼奉承，佢都唔觉得噶。但系有个女或者有个女仔，佢好崇拜你，样嘢都唔识啊，何生啊！嗱，今日我遇到啲咩事咧？嗱，咁，喂，你话俾我听啊！如果唔系，我惊我蚀底啊！嗰个人系咪呃我？跟住嗱，我话俾你听啦，咁嘅情形点？十个麻甩佬，九个半都上吊。系啊，所以咧做女人啊，或者即系女性啊，一定要有呢一个咁嘅朝住呢个方向，千祈唔好咁强，知唔知啊？太强咧唔得噶，系啦，太强啲男人唔中意啊。下次翻嚟，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